那个流浪狗都不吃的狗粮，你看他们两个都吃的津津有味，快吃吃了肉，等一下还有水果还有那个肉给他吃。掉了，快吃！你闻到什么？先吃水果，等一下再吃肉。对啊，没有没有没有。你看着我干啥？你不吃啊？你想我再给个？哎，你看 C 罗都吃了 ，C 罗吃了，你就跑里面去没用。来嘛。今天成都真的太热了，热的不行，幸好咱们这里有空调，搞顶不住啊。现在让他们两个去在那里玩一下，他们就喜欢去那个后面那个草地上面。那不是我的车，你到底秀啥？到回车过来，不要回车，明确，就是先玩一会儿，对吧？先玩一会儿，对呀、啊。大家好，我是铁牛，刚刚啊，在房车里面把两个狗子吃好喝好之后就安排好。然后呢，我就跟三位老师啊去参加一个重要的活动。现在开车的是我们的高老师，还有我们后面的刘老师，还有我们的刚子老师啊。旁边还有一个最小的小朋友，他还是我师兄。我给大家看看啊，现在给大家看看啊，我们这位就是教我们川剧变脸的刘老师。这个旁边是刚子老师，抱个小孩，这个还是一个小师兄。来，小朋友，来，你叫什么？郭子航。大声一点，刚才在哪里？郭子航。哦，郭子航，哇，太幸福了！你看，从哈尔滨远道而来成都定居，学习变脸。你从哪里来的？你的家是哪里的？我的家。嗯。哈尔滨的吗？你老家？哈尔滨的。哈尔滨的，哇，这个小朋友啊，就是上次在广场那边表演的，就是他的，我就拍他。你只有四岁多，对不对？现在六岁了。六岁了哦，现在六岁多了。对。对。刚满六岁。我们这里坐的两位老师，我们这里所有的都是我们刘老师的门生啊。我们刘老师，听说刘老师还上过中央电视台，对吧？这就是几年前，五六年前的事了。哇，天哪！一台、二台、六台、七台。哇，多三台都有哈，带学生上。哇，刘老师，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搞这个教育的？14岁开始演出，然后是疫情之前开始做这个教学。哦，疫情之前哦，口罩之前，对，口罩之前做教学。哇，以前陆陆续续的零零散散的就忽略不计嘛。嗯，太高了，现在轮到高老师上场了。现在刘老师在给高老师换衣服，你看这衣服真帅呆了啊！来，继续比划比划，你再比划一下，啊，太帅了！四川省曲艺家协会会员刘林松也是我们的蜀中虎，欢迎。朋友们看一下，那里有一点狗，你看他在看演出啊，你看看得好认真啊，啊，那个狗是一只流浪狗。首先感谢各位来宾、各位家长、各位今天的全体学生为我们带来开场舞，把未来点亮。
像海鸥自由的飞翔，每一艘航船，每一棵小草，多么理想长，举着朝着天空的方向。我看见一道光，把黎明点亮，遗忘的远方，心中的小希望，要让你一样，我拥有一道光。我在这个宇宙穿越了几个星球，随意奔看中看，前看后看，近看慢看，左看右看，上看下看，观看左看，人是好耍的心情。很优秀了，很棒了。对，那已经很棒了啊！今天表现不错啊！啊，对了，对。现在还早，我是你的铁杆粉丝，每次演出我都在，对吧？哎，小心小心。给大家看一下，我们拿到四川之后啊。就要吃下四川的特色，这个叫串串。来，这个是锅底是吗，大姐？对。辣，好辣呀！看，朋友们，我们今天要吃下四川的串串啊！我先喂老师，你看，今天像过年一样，知道吗？每天都是过年。每天都像过年一样，特别开心啊！对。大声点儿，看一下，开不开心？开心。开心吗？这个太棒了！谢谢谢谢两位老师，啊、来谢谢刘老师。谢谢铁牛。啊。嗯。